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一无所有。你还有我。职场立足，你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努力，你不能光想着靠关系去走捷径的。你是觉得我一点都不努力是吗？你就这样看我的手？正好我们都在同一秒把眼泪收回了，正好我们都在同一时刻把人生读懂了，几个漩涡穿了几个回合，平静也很难得，装睡的睡着了，惊醒的一句醒了、哦、是时候该做自己职场呀，根本没有那么容易。所以你打算放弃了？当然没有，我现在呢是越挫越勇。